迎来到资讯科技学院，这里是澳门科技大学创校的学院之一，相信你已经急不及待成为改变未来的一份子。理学学士课程着眼于培训资讯科技的一代新人，令他们能够适应新世纪资讯科技发展的需要。理学硕士学位及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学位课程，目标是培养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宽广专业知识，并且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资讯科技高水准人才。理学博士学位、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及先进网络博士学位课程，为具有很强的从事科研工作能力的资讯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奠定基础，亦为未来的高等院校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新生力量。无论你的选择是怎样，在这里你都可以得到具有国际教育科研背景的教育团队指导完备的体系，令你继续发挥所长。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21年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之中，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位列世界101至125区间，而在过去的一个学年里面，学院的资助科研项目达到69项，总资助金额近7500万澳门币以及426万人民币，发表了112篇 SCI、EI 及其他论文，以及多个国际专利。此外，学院还有多个先进的研究中心，例如澳门智慧城市研究院、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数学研究中心、开放智能电动车研究中心等。更于2021年7月科瑞维安公布的最新一期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统计资料显示，澳科大计算机科学首次进入该学科领域，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排名前1%。我们希望营造开放学习环境，培育卓越资讯科技人才，加强创新研究，促进学科发展，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区域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欢迎来到资讯科技学院，你准备好未呢？未来即将由你定义。